好，我是瑜伽五四三五二。接下来这首《吓死宝宝》嘛，送给所有的朋友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喜欢的宝宝可以点赞、转发、评论一下哟，谢谢大家。我退开了场，两眼茫茫，嘛都看不见，感到是混账。这个世界变了模样，为嘛我们要故作坚强？这边环保，那边工厂，烟囱里的黑也是昼夜在排放。学校房价现行打赏，不知未来是否变得跟以前一样。匆匆地走在街上，有一些莫名的慌张，全民都奇形怪状，像外星人的模样。街边的座座楼房披上了灰色的衣裳，全城都浓雾茫茫，我迷失了方向啊。孩子们站在路旁，眼神里写满了恐慌啊。看世界不同寻常，天空变得很迷茫。黄昏看不见夕阳，树林里谁还在歌唱啊？广场舞跳得就像剪影一样啊。奇形怪状，曾几何时，星星月朗，难道自己呼吸成了想象？浓雾弥漫，大街小巷，好像这一切都习以为常。现在觉醒，为时不晚，相信未来一定变得跟以前一样。老大爷在电视上，委屈的像孩子一样。待爱人进城观光，不知卷去了何方。黄昏看不见夕阳，树林里谁还在歌唱啊？广场舞跳得就像剪影一样啊。然后只要你有才，就要等你来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